第二十六题，一铅球与一垒球至相同高度，同时由静止释放，让他们做自由落体运动，如右图所示。经过两秒钟，两者均未落地。若忽略空气阻力，则关于此瞬间铅球与垒球的动能和相对于水平面的重力位能关系何者正确？两球体积相等，密度铅球大于垒球，不计空气阻力。我们晓得位能的计算公式是 U 等于 mgh， 动能计算是二分之一 mv 平方。我们从相同高度自由落下，经过了相同时间，这个时候我们两个球的高度是一样的，我们两个球的速度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两个都一样，但是我们的质量并不一样。质量如果越大的，我们的动能就会越大，位能也会越大。我们两球的体积相同，但是密度是铅球大于垒球，所以质量是铅球大于垒球，因此我们就晓得动能跟位能都是铅球大于垒球。所以第二十六题问我们说，则关于此瞬间铅球与垒球的动能和相对于水平面的重力位能关系为何者？我们答案选的是猪，动能铅球大于垒球，重力位能铅球大于垒球。